狗子一直在暗示我拿零食，而我假装不知道。我找你有事，你跟我来，我跟你说好吃在哪。走啊，你快点走，有好吃的在后面房间里。路上说错话了，哈哈哈哈！快点起来，你自己动嘴啊！啊啊，听不懂吗？自己动嘴拿呀，就差等你这句话了。哦，给你开是不是？不开好不好？不行。哎，嫌太小块了，直接拍掉。太小又掉地上不吃。重新拿的。拿走。橘子，你要吗？来来吧。